展文明的都市。三十六中学，不过三手穿着号码，手拿着旗仔，画着口号来进入会场，依然来展现伊满满的活力。第二十一届红红杯运动会，在各项的表演以及体操的带动之下，老姐姐操场中山公园来展开。曹顿廖永仪表示，这项为着支持康复朋友举办的运动会，二十多年前主办的时阵，参加的团体才五个队伍，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单位共同参与，那是支持医疗和福建的水准大大来提升。你在参与的过程，那是运动方面的表现，更有各种福建的效果存在。应该讲说，运动会它只是一个复健过程当中的一个项目，透过竞技，它可以学习怎么让自己更加精进，然后透过跟有同伴的关系训练他怎么跟人家团队合作，那他应该也是创下全世界少数国家有的那么全面性精障者的一个体育竞赛。运动会嘛是进行康复朋友每年正期待的活动，不管是在展现因的进行活力，还是参与运动竞赛，每一个过程选手拢正认真。豁开朗，而且可以激出我们的一些有跟没有的一个那个信念。啊，这样子每天都在那个疗养院里面训练，他很严格。哎，这边好玩。我会把我的实力拿出来。曹顿廖永仪表示，看到选手这么有精神来参与运动会，还是真欢喜，也希望就算增加精神将来这些朋友跟社会活动的机会。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